如何使用离线刷卡？如果您的网络断了，无法正常刷卡，您可以使用 MCTOS 的离线刷卡功能来付钱。首先，先召回要付钱的单子，recall， 选择需要付钱的单子，选完之后点击这里的结账，然后点击手动输入，在这里选择 offline， 然后输入卡号、过期月还有卡证号，输入好之后点击 process， 您就是这样子离线刷卡。当你网络回来之后要结账的时候，点击这里的 settle， 然后按 end of day， 再点击这里下面的 offline， 您有离线刷卡的记录都会记录在这里，您按 settle， 然后按 yes， save 保存， exit 退出，就结账了。